长呢继续呢和大家谈很多佛法的啊一些应该在生活当中注意的事情。那么听众朋友们，大家知道啊，我们学佛修心一定要啊对烦恼习气一定要克制，因为很多人呢学佛呢嘴巴里在学，但是呢实际上行为上呢他没有把自己生活上的一些习气克制掉，那么很多人的习气呢已经带有很长的时间了，所以你要他一下子去除呢也是很困难。那么我们首先来说学佛为什么要克制这些习气，习气是什么？习气实际上就是长久以来在你生活上形成的一种不良的习惯，而这种习惯时间长了就习以为常了，像很习惯意思就是像惯性一样习以为常的惯性式的出来，那么这种就是习惯。那么习惯呢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，而不良习气实际上就是不好的习气，比方说很小气，又比方说经常会嫉妒人家，又比方说经常会在背后说人家说三道四啊，那这样的话呢那你的烦恼呢就一直会生出，因为你的习气越多你的烦恼就越多，因为你的习气越不好你的烦恼就越不好。所以我们学佛修心的人一定要先改掉自己身上的习气。很多人经常会说我就是这个毛病，还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我就是这个习惯，还一直以为这是对的事情，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，正因为你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习气才会让你自身烦恼。台长跟大家举个例子，一个人啊，为什么会有烦恼，因为他的习气。那么习气是什么呢？比方说他很喜欢嫉妒人家，你嫉妒这个人嫉妒那个人，你对什么样的人都嫉妒他，那么你会不会增加烦恼呢？所以我们经常说习气少一分，那么你学佛的功夫啊就进一分，所以要克制自己的习气，那你的功夫才会长进。听众朋友们，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佛要改掉自己身上的习性真的很不容易，因为每一个人从小到大他都有一定的习性，又比如举个简单例子，有的人不喜欢洗澡，而有的女士特别爱干净，有的男士做事情很快，而有的女士做事情特别慢，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习惯。那么学佛之后我们该快的就要快，该慢的就要慢，比方说赖在床上不肯起来，那对修心也是有害的。大家知道早课晚课一定要做，那么早上爬不起来，晚上呢又觉得要看看电视，那你还修得好心吗？啊，一定要克制自己，把生活中的习气少一点，那你的烦恼就少很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先要克制自己的习气。那么很多人呢啊，有修行欲力，有修行欲力，欲就是越来越有力量，越来越好啊，你修行学得越有力量越来越大，你的习气呢
啊，就越来越小。你修行修得越来越弱，而你的习气呢就会越来越发者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下不了狠心，你修行不是太用心，慢慢的你的习气呢就会越来越发出来了啊，因为你没有菩萨给你加持，因为你没有知道真正在人间我们应该怎么做人，那么你修行不利，你的身上的习气就越来越发出来，那你的烦恼习气呢就增加的多一分，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修行就少一分了。所以听众朋友们，我们要修持，要学佛，我们一定要依事相修持。什么叫依事呢？就是按照事情大小我们来修持自己。我们该好的时候，该温柔的时候就得温柔啊，该坚持原则的时候我们就要坚持原则，这叫依事相修持。实际上用佛法界讲叫依教奉行啊，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做，虽然我跟你关系很好，但是这些事情不能做我们大家就不能做啊。过去很多人因为是兄弟哥们儿讲义气啊，他犯罪了他求你，你爱面子，最后你也做了，那么对不起，两个人一起进牢房。所以我们做事情无论如何要依事，按照事情我们来修持。我们有时候不知反照回光，克除自己心中的妄情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它都有回光返照的啊！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你以为做过了没事情的啊，实际上它给你带来更多的事情。你今天做了善事了啊，你以为今天布施了啊，过去当然呢这个布施和啊社团里的布施是不一样的啊。我就碰到过有的社团里的一些侨领跟我说啊，他们经常啊捐这个捐那个，捐到后来越捐越多，什么样的人都来问你要钱，所以呢实际上这也叫回光返照。所以呢我们做事情一定要知理知心，你所知道的事情，你所明白的这个事情，首先你从理论上要知道它，然后呢你要知道它心。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以提防为主，对我们的身上的习气我们也要啊提防。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那么叫防不胜防。所以要用菩萨的境界来克制自己心中的妄念。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回光返照之术，实际上就是因和果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烦恼一定要少，我们习气也会少，习气一多烦恼也会多。那么怎么来克服烦恼和习气呢？那么最要紧的就是要修心修行。所以我们平时啊，提防自己身上的毛病，提防自己顺境和逆境，
因为碰到顺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怎么样，碰到逆境的时候你又会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要明白啊，我们不管碰到什么境界，我们都要逢缘，叫遇境逢缘呐。什么叫逢缘呢？逢缘就是随缘呐。逢到这个缘我们就做，没有这个缘分我们就不做。今天有人让你做领导了，你有这个缘分了你就做，如果没有让你做领导，你拼命的去求去追，你时间长了你也做不安稳的。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实缘体，是实实在在有缘的一种体现，叫实缘体。实缘体就是让你明白你有这个缘分你才能去做，你没有这个缘分你就不要去求了，求来的也是假的。所以学佛，一要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二要随缘呐。听众朋友们，那么大家要知道，我们学佛有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境界，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身和心，有时候觉得我的身体很不舒服，我的心里很难过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虚妄造成的，因为这是你的妄念所致。你为什么会不舒服了？因为刚才那个人讲了一句话让你不开心了。你的身体为什么会不舒服了？因为你自己以为自己身体很健康，永远不会伤风感冒的，所以无所谓你才会不舒服。所以身和心的不舒服实际上是你的虚妄所造成的。那么什么叫虚妄造成的呢？因为你认为身体很好，实际上你的身体并不好。因为你认为你的良心很善良，但是你做出来的事情被人家呢啊讲了，被人家说了，那你呢又不开心了。那么讲完之后还有吗？那没了。你的感冒伤风发过之后还有吗？那也没了。那么这些都是虚妄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学佛做人，就是要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一切它都是属于虚妄的，都是没有实性的，也没有实体的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学佛就是求一个自我的实体实性，做人要实实在在啊！啊，我们做人要实在，我们做人要实实在在的，对得起自己的本性啊！我的性情是怎么样的？我的人实实在在的，我不骗人就是你的实性。你的实体呢？就是你实实在在做的事情在你生活当中的体现。所以当你看穿了这个世间什么东西全属妄念，都是虚无的，那么你就了不可得了。什么叫了不可得？就是不得了了，非常好了啊！所以做人要又无我，就是既无有我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的世界当中，我们有时候感觉到我们都有自己的实体实性，我们有时候又觉得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没有自我的人。那么也就是说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啊，可以把自己看空，但是呢
在做人方面呢，又要借假修真，因为你确实是有这个虚幻的我在这里，我要把这个虚幻的我要变成实实在在的我，又要把这个实实在在的我看成一个虚幻的我，这样你才不能把虚幻的自我看到实在。可能说的比较深，台长还是喜欢给大家举例子，犹如你到一个那个海外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旅游，那么你旅游的去的时候呢，实际上你把身体和你到那里去住的酒店暂且定为它是虚的，那么你今天看见了这个旅馆，你去住了，你住进去的时候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啊？对了，那么就两天功夫，那么你又离开了这个旅馆了啊，以后你就忘却它了，那么这个东西还存在吗？没有了，那是虚的东西。就犹如你拍过照片，你看过了这个旅游景点的时候，你把照片拿到眼睛前面看的时候，是不是虚的？因为照片上的东西并不是真实存在的，而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你今天看了就是有了，你过两天放在抽屉里了，你不看了它又没了。所以这些就是在人间的虚假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必须把旅馆，虽然这个旅馆啊是真的，那是两天当中让你感觉是真的，但是又要明白，我们这两天我要把它过得好一点，那就是实的东西了。那么等到两天之后呢，你又把它彻底忘记了，那么还是回到无我的境界，就是还是不是你的，你的一切都是空的。所以既然我们觉得有空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感觉到安详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既然去旅游了，你住在旅店里了，那么有一个人在对门，你会不会因很多事情跟他吵架？因为你想到的，我就两天就离开了，我何必跟他吵呢？你如果把这个世界看成我不就几十年吗？几十年我就离开了人间，就像旅店一样，我会要离开他的，我为什么要跟人家吵呢？我为什么要嫉妒？我为什么要烦恼呢？我不要烦恼，我不要生烦恼，因为这个世界我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想想大家现在已经年过半百，想想你的孩子已经长得很大了，想想我们随时随地就会离开人间，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呢？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我们做人就是要学会放下。如果一个人不能放下，你就从根本上解决不了这个人间学佛的方法。因为你能够理解佛法，解决了自己的心中的烦恼，解决了自己在人间的一切烦恼，这就是佛法的根本点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和开悟，实际上佛法也没了，这也是空的。任何法门实际上都是一种方法，它让人学佛，让人能够开智慧。等到所有的人都开智慧了，这个佛法，这个法门也就没了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理解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是空的，我是空的，人也是空的，什么都是空的，这个一切钱赚来也是空的，我们就不会去烦恼去忧伤了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很快，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。那么台长跟大家讲，我们学佛做人要放下，要看开，对自己身上修心的烦恼习气也要抵制。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用最真切的心来学佛，我们要用最有智慧的思维来礼佛，我们又要用最最啊能够感悟的慈悲心来替代众生，这就是学佛的观。听众朋友们，很感恩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，给大家这么好的法门，让大家自己来超度，自己来还债，自己来修心，自己来念经，自己能够把自己身上的毛病改掉，自己能够调节自己身上的灾难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好好修心，实际上修心最难的不是其他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行和性啊，所以叫修行和修性。修你的本性就是要改呀。很多听众在听台长讲课的时候，他们都知道很明理，但是呢一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，他的烦恼又开始升起。所以希望大家啊，好自为之，要定当戒之，对自己身上的习性和不好的东西一定要戒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